摆一只小机器人在老板桌上，它会有什么反应呢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andy 小编。你知道这只超可爱的桌上型机器人 Elik 吗？前阵子被这只小机器人烧到，就入手买了一只。开箱看到这个包装泡壳时，不得不介绍一下，可以用我们家的机器小量生产哦。于是我决定带这只小家伙来给大家瞧瞧，看看能不能给点灵感呢？当我们在想怎么给 Amazon 大叔看到的时候，灵机一动啊，不然就趁他还没进办公室前摆在他桌上好了。结果这只怕高的小家伙居然觉得桌垫是悬空的啊！算了，我们摆在桌子前面好了。究竟 Amazon 大叔会有什么反应呢？ A few moments later。